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富的私信。今天我们有请到 Tiffany 老师。Hello， 我今天帮你量身定做一个可以改善假胯宽的暴汗运动哦。那、可以不暴汗吗？可以啊。必然。好吧，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喽。走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手打开跟肩膀一样宽。好，膝盖跪在地板上，先把一只脚往后延伸伸直，然后肚子保持收，吐气带回来。我们重复四次，往后吸气。吐气带回来，头看你的正下方就好了，再往后回来，慢慢的往后回来，然后休息，换着脚往后送出去，带回来，骨盆尽量不要歪掉，骨盆保持正的，很好，再两个，记得要呼吸哦，吸气往后，吐气回来，好，然后下一个我们要把膝盖两只脚都离开地板，眼睛还是看着正下方，两只脚往后伸直，然后我们一只脚进来送出去，一只脚进来，还是同一只送出去，再一个吐气，吸气，最后一次送出去，然后换脚进来，出去，吐气，吸气，靠近肚子吐气，还有一个吐，吸气停在这，然后慢慢的回来，轻轻的跪回地板，然后我们再一个简单轻松休息的动作，就我们一样，一只脚先往后，然后把它提起来，然后放下来。再往后，骨盆尽量不要翻开太多，提起来，放下来，再回来，再一次往后吸气，往上踢，吐气回来，还有一个往后，往上踢，然后再回来，然后我们换脚一样，吸气延伸，往后踢，再回来，再一个往后，往上，很好，然后再回来，再两个就好了，往上，回来。最后一次往后往上，然后再回来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跪回来到侧边的动作，所以我们先把脚送出去，然后身体转到侧边，然后我们下面的脚先进来送出去，吐气进来，出去，让我一下哦，再两个送出去，最后一个送出去，然后停在这，换上面的脚进来，出去，吐气进来，出去，眼睛看你的正前方，很好，还有两次，还有最后一次，很好，然后回到中间，转到另外一边可以吗？出去，进来，出去，眼睛看正前方，很好，还有最后一个，然后换脚，吐气进来，出去，吐气，骨盆尽量不要掉下来哦，再两个，很好，最后一个，然后转到中间，慢慢的回来休息。好，再一个轻松的好吗？好，轻松一点。然后我们一样，两只脚跪在地板上，一只脚先提起来，把它往外打开，往后伸直，再回来，先进来，往外伸直，打开。所以我们感觉让我们的髋再做一点转动的动作，再一个就好，往外伸直回来。然后我们换脚也有，先提起来，往外伸直，再回来。往外吸气，绕过去，带回来，还有两个，头不要掉下来哦，最后一个，然后带回来，休息好了吗？接下来我们要两只脚离开，刚刚的动作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脚一样先往后伸直，好，让我们屈膝进来，往外打开，伸直夹紧，屈膝进来，往外打开，伸直夹紧，再两个就好，吐气，打开。夹紧骨盆，不要往下掉。最后一个，打开，夹紧，然后慢慢回来休息。继续哦。好，好，刚刚的动作再加上一个反过来的动作，我们一样先送出去，然后这次我们先打开，屈膝回来，关起来，往后打开，屈膝回来，关起来，再来吐气，吸气，吐气进来，最后一次，打开，吐气进来，很好，然后我们休息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躺下来了。好，好，然后我们到躺着的，把你的屁股可以躺在垫子外面，然后让你的头跟肩膀的垫子可以保护你的肩膀跟头。好，手放在身体两边。好，然后把屁股提起来，尽量让你的脚跟在膝盖正下方。好，然后我们放下来休息一下，再提起来。然后放下来休息一下，再两次就好。吸气提，感觉你的肚子要收着，肋骨要收着。吐气，慢慢放下来。再
持固定在这个高度，然后我们脚用小碎步的滑动，刺激一下你的大腿后侧，可以帮助你的肌肉用力，让你的髋越来越回到正确的位置。微笑，微笑的肌肉用的比皱眉头的肌肉还要少一点哦。好，然后放松休息一下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右脚往前伸直，然后一样把骨盆踢起来，右脚跟着一起踢起来，跟你左边的脚一样高就好。然后放下来，再吸气停下，吐气放下，再一个吸气停，吐气放，还有一次踢起来，很好，然后慢慢放下来，带回来，换脚出去，然后一样有四次哦，踢起来，很好，还有三个，踢。很好，不要用甩的，让你的肌肉慢慢提起来。很好，然后再一个提起来，有感觉肌肉在用力吗？很好，然后慢慢放松下来，再把脚带回来。好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骨盆提起来一次。现在我们要把腿往外转开，像菱形的脚。好，我们在这里把骨盆放下一点点，不碰到地板，再推起来。再放下一点，肚子都要收好。好，再提起来，很好，再把骨放下一点点，再提起来，感觉一下外转的力量，然后再放下来，再提起来，最后一次，很好，然后慢慢放下来，把脚关起来，带回来。然后我们要把前面两个动作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先把右脚往前伸直，好，然后一起提起来，屁股提起来。然后骨盆不要掉下去，把右脚往外转，画半个圆回到中间，再往上画半个圆，很好，慢慢的，再两个，很好，骨盆尽量不要歪掉，最后一个，很好，然后屁股放下来休息。哦，我骨头刚刚感觉有微微起来，有那往上推的感觉，有。好，然后换脚送出去，然后我们一样一起提起来，然后往外画半圆。再往上，往外，很好，没动的那只脚要帮忙撑好哦，再一个就好，很好，然后屁股放下来休息，把脚带回来，还有最后一个组合动作，很好，然后帮我把屁股踢起来，然后我们把两只脚滑出去一点点，再可以控制的角度，然后再变成菱形的脚，然后把屁股慢慢放下来，把脚关起来，带回来。再一次，我把屁股提起来，吸气，送出去到你的极限。然后把腿外转，屁股不要掉下来哦。然后把屁股慢慢放下来，转正，再带回来。还有两次屁股踢，送出去一点点，往外转开。然后把屁股慢慢放下来，再把脚回正带回来。还有一个屁股踢。往前送出去一点点，往外转开，然后屁股慢慢放下来，再把脚回正，再回来。好，然后我们侧躺坐起来，最后一组动作了。好，把你的手指朝后，然后我们先把屁股粘在地板上，把胸口往上，眼睛往上，胸口闭起来，吸气，很好，吐气放松一点点。再吸气，感觉从你的胸口提起来，尽量不折脖子，很好。然后吐气放松下来，再两个就好。吸气，胸口低上去，很好。肩膀尽量不要夹哦，肩膀帮我打开，很好。然后放松，最后一个吸气，胸口提，直接帮我朝外面多一点点。我们再一次放松，然后吸气，胸口提，肩膀尽量不夹，眼睛看上去。很好，吐气放松一点点，再一个胸口提起来，眼睛看上去，很好，然后放松。接下来胸口带上去，然后把你的屁股提起来，腿往下踩，眼睛可以看到更后面的感觉，然后慢慢放下来，头去找膝盖，手往内卷，然后再一次往外转开，胸口先提，屁股提起来，脚往下压。感觉要把你的骨盆跟胸口往上送上去，然后慢慢下来，再卷进去，吸气，
再一次往外打开，胸口提，屁股提，脚往下压，很好，吸一口气，胸口再往上多一点，吐气慢慢下来，卷进去，很好，再一个往外展开，吸气，胸口提，屁股提起来，很好，然后慢慢下来，卷进去，很好，然后回到中间，停在这里，我们再加一个就好了，好，一样帮我把胸口提起来，好，然后帮我脚变成菱形的脚，然后我们胸口提的把屁股提起来，有点翘屁股的感觉，翘屁股，然后再翘提起来，好，就在这里，然后放松一下你的下背，把你的胸口打开，然后慢慢放下来，再一次再提起来，胸口提，屁股提，屁股重重的感觉，很好，放下来，最后一个，吸气，胸口提，屁股提，很好，感觉把自己挂在这里。然后慢慢放松下来，手往上提起来，吸气，然后吸气，慢慢往下压下去。好，结束了，耶、yeah.。哦，谢谢 Tiffany 老师带我做这个包含运动，真的流很多汗哎、欸，没有在骗的啊。那你喜欢这个运动吗？流汗，没有啦，我很喜欢，而且我刚运动有咔咔声哦，的髋感觉有回去的感觉，有，就这运动很不错。那你可以每天多做几次，好，没问题。那我希望下次再邀 Tiffany 老师跟我一起运动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